地下钱庄借钱哦，之前你想的价钱还佫无够，是不是啊？你哪遐尼糊涂啊？伊的钱我是无退还啦。恁老母是捡钱一块毛后日少啊？你敢是查甫人？你有冤家无？歹势哦，害恁两个阿婆冤家。钱的代志我家己会处理，唔免恁烦恼啊。这什么小金球？根本就是老鼠会。阿姐，我哪有可能威胁你啦？你莫甘为天啦！我这死人，绝对不可能原谅你啊！哦。卡出这边的合作若是失败，对阮瓜家来讲绝对是重伤。我嘛只有你当甲我斗三工啊！我不想卖花，看怎哪甲斗三工。你国家甲地下钱庄借钱哦？之前你想的价钱还佫无够，是不是啊？你哪遐尼糊涂啊？伊的钱我是无退还啦。恁老母是捡钱一块毛后日少啊！你敢是查甫人？你有冤家无？歹势哦，害恁两个阿婆冤家。钱的代志我家己会处理，唔免恁烦恼啊。你咧无用啥？这毋是大叔要签约，新娘代理办约书，算讲要赢大兄，我希望是凭我家己的实力，毋是去跟外人交接啦。卖去去嘛，收皮啦，卖去去啦。你敢真正要甲官家抢这新娘的代理权？你敢有当放一条路给官家行？无你至少会当考虑甲柯小萱合作。其实我调查过啊，这什么小金球？根本就是老鼠会。阿姐，我哪有可能威胁你啦？你莫甘为天啦！我这死人，绝对不可能原谅你啊！哦，你万一跟小萱合作，他们真的就好诶。那呢，我必须跟小萱讲这个好消息。白忙来得啦，一定就是跟柯小萱竞争新娘代理权去啦，我一定爱见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